看到很多很多的功德主呢，现在要一一的跟师尊敬献哈达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小编要换一个好的位置，因为这个位置呢看不到师尊，因为被一堆，不是一堆了，因为我们被一堆的财神给赐福，看到没？看到没？很多财。大福金刚在此，大福金刚在此，所以呢，我们要找一个地点哈，我们要找一个点，又可以拍到功德主，又可以，那我们要再往前一点吗？这样不太好意思。旺季部门，新运兴旺。我还是往左边好了，我们下去哈，这样我们来跟着我的镜头到这边。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盛况，等一下大家呢一样也是要接财神。好，财神到我接，招财进宝，进进进，生意兴旺，旺旺旺。从节里来，从节里来。好的好的，财神要到我们家了，来来来。财神到，财神到，财神到，好。好，所以现在小编我呢，把任务交给另外一位小编，手拿着。好，财神到我家，招财进宝。
旺旺旺。最优了。状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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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状
现在继续继续发继续发。我仲有嗰啲攞噶，系啊，做咩冇俾我哋嘅？因为这是一下要顾摄影机，一下要顾网络直播。其实我们要了解一个道理，了解一个什么道理？就是我们看镜头看到这些人，他们能够接财神呢，那也等于是我们在接啊。我们为什么不用吸星大法？是不是？我们全部都假想，刚刚是不是也教了我们变身？我们得到了星耀，是不是？我们每一个人都变成现在每一个去敬献哈达都财神到我家，好不好？好，站着站着。主席的车子不要动，一人一车。刚刚他有的站，我的站。看这些人得到了师尊的赐福，都非常幸福的样子。是非常有缘分。对，没错，你就是写下来嘛，大家就善言善语，对不对？就写下来，财神到我家，把所有的美好都一样，就是我的美好。我们就是赞叹这些人，然后我们因为我们的赞叹，所以他们的获得就是我们的获得。旺气入门，吉祥如意。旺气入门，吉祥如意。希望他来跟上师里，财神下来接导我。一起发啦！我们就想师尊给他们摸头的时候，就是等于我们得到啦，大家都有财神来赐福。千华呢，他非常有趣，他在努力的拍今天的变身筋膜，那所以我应该学他一下，我要学
花学千华，近看真的很漂亮、欸，近看很漂亮，远看也很漂亮吧？对对对，欸、睫毛好长哦、喔，怎么做到的？超厉害，超厉害，超厉害，真的超厉害，真的这样看得到吗？哎、欸，真的耶，睫毛像真的，是真的睫毛呢。哇，每一尊金身的变身金我真的睫毛是真的贴上去的。哦，真的太美了，太庄严了。哇，真的纹得很漂亮。师尊太帅，师尊太帅。等一下呢，还有大家过灌顶番，然后可以接财神，所以呢，我们网络直播的时候还是一样，欢迎大家可以揪团来感受财神到我家的这个份喜气。刚刚师尊讲了，今年桃花最旺的是属牛哎、欸，有没有人属牛？要注意你的桃花。然后属四是什么意思啊？属四是一二三四吗？是生肖数到四这样轮四个？就是比较会旺，财运比较好。大好天，妈妈妈，财神大，大好地连福。来，现在我们准备好，女生加持，赶快准备了。原所有功德主站在面前哦。哇塞，好棒哦！让我们一起得到这一份祝福。赞叹，感恩，感恩，再感恩。好，现在要灌顶了是吧？所以还是一样，我们等一下再来享受一下现场的这一种气氛。好，现在我们。瑶池金母变真金母的传承大法灌顶，恭请圣尊莲生佛佛加持吉祥功德主接财神，即会大动作，瑶池金母变真金母大法的灌顶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恭喜发财！吉祥主放咒音。当然啦，我怎么能够不带着大家过灌顶番呢？是吧？这个是接财神的法会嘛？刚刚在法会的进行当中呢，招请了各种各式的财神，所以
今天除了瑶池金母、地母、天上圣母之外呢，还有各式各样的财神。那刚刚师尊也讲到了，瑶池金母的变身法呢，基本上有五个颜色，所以五方佛啊，或者是五色财神啊，或者是五方的土地公的这个财神啊，都有它的作用啊。看看看看大家兴奋的样子。到我家静静静，何伟文，新北市板桥区中山路一段一号六楼七室。现在好不好？所有对麦克风讲话的，我们都想自己的地址，好不好？大家干脆把自己家的地址都写下来好了，好不好？要不然就写下来，财神到我家。现在换我们来留言，好不好？这个平台是属于你的，现在你赶快揪团。不是只属于画面里头的人，你只要揪团，你只要写下你的留言，财神就到你家，快快快！哇！财神到我家，哇！财神到我家，到我家是重不重要？财神到我家，赶快写下来，财神到我家了！哇！你家呀！哇！财神到我家，财神到我家，财神到我家，凡事一条源，自动一句动用，电视机箱子一号二楼，财神到我家，旺我家，旺旺旺，旺旺旺旺旺，一定要旺旺我家，旺我家，对，写下你的赞叹，写下你的祈祷，财神到我家太重要了。对，就是这样，财神到我家了，赞叹再赞叹。哇，财神到我家，财神到我家，财神到我家，发发发。写下来，写下来，对，我一直讲啊，人气就是财气啊，看到这么多人，今年就是人旺财旺，旺我家，赶快分享啊，赶快叫大家揪团来啊，因为等一下我也要带着大家过这个冠顶番，今天的冠顶番有变身金母，还有财神，所有的本尊呢，今天赚到了。谢谢财神爷，感谢师尊。五楼，在我家，我马发了，你上了上黄金，我怎么这么在大安区，在我家问我家，我是我三万二六九巷三十六，我在我家杭州路新北区新店区中正路六六中正六七二五楼，希望今年五三马在十二月以前上黄金月入十三万，来到我家我马发了，我是李志丹。有哦，
爽了，财神到我家。这个厉害，就是要把它叫出来，发了。曾佩如，财神到我家，发，莲花就可以追花，大家发。我叫杨俊伟，家住台中市西屯区中光三路271号。对，我们要财神，我们要财神到我家，我们要财神到我家，发。第三呢，今年上阵时发，就是要大声喊。每个人的渴望都要喊出来。渴望写下来。招财进宝，金钱进旺，发！财神到我家，财神到我家，财到我家，财神到我家，万！所以你看啊，我们现场有这么多的人，哇，那边远处还有很多人要灌顶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呢会带着大家一起下去灌顶。对，就是这样喊出来，写下来。不趁这个时候发，趁什么时候发？赶快写下来，喊出来！财神到我家！不要客气啦，这时候不要客气啦啊！赶快呼朋引伴的，赶快揪团来灌顶了！我要走下去了。来了，先看一下世尊。所以看到了，大家在那边喊啊，因为世尊在上面做主啊，大慈大悲的世尊，这么辛苦的传法，还继续的赐福给大家。好。我们看哪个方向啊？去灌顶。找一根豆毛杆。我们先接收一下这些人的喜悦吧。江湖中传说有吸星大法，看这时候我们有没有吸星大法，把每个人的开心都一起同沾法喜，好不好？看每个人都很开心啊。对，沾到大家的喜气，记住，元宵节之前，一切都是正能量。今年的运势就看我们的心态。就看我们的觉受，今天是欢喜的，今天是开心的，就是因为我们敞开心胸，我们同样的接受到每一个人的欢喜，得到世尊的赐福。
钱的人哈，别花哈，来给花啦。看来人还真不少哎，我要走到后面的话，他走不过去哦。没关系，留在这儿也是不错的，一定可以让我走出去，再绕过来，让大家都灌到顶，好不好？到了家，旺旺旺。舍不得哎、欸，你看大家就是很欢喜，就是舍不得离开这个领域，觉得这里的财神好多、哦。众多，你看我们刚刚那一层楼的全部都灌完顶了，然后到现在还有这么多的人一直在往上，他们就是还没有灌顶，所以呢今天也是人山人海。我刚刚讲的啊，师尊的法会就是有这样子的号召力，开心开心开心，财神到我家，财神到我家，看到人越多就代表钱越多哈，赚到了赚到了赚到了。要不要到200我就去灌了，好不好？哇，还有这么多人，哦，小朋友，看楼下有这么多人呢，你看，你看，其实真的哦，让我们真的很感动，因为这个偏远的地方不是很好找，但是大家都还是有这一份心，是令我们非常敬佩感动的。来，走快点，走快点，旺旺旺，发发发，对你写得好，旺旺旺，发发发，走快点。哇，你看你看，我们的保安姐姐也都跟着一起发了。来，走快点，快要结束了，走快点。哦，嗨，发发发，发发发，走快点，走快点。好嘞，好嘞，好，那我们就往前走了，往前跟着进去了哈。马上要去接受财神的灌顶啊，瑶池基姆变身基姆的灌顶，写下你的愿望，写下你希望财神到你家。
赶快揪团哈。我还在等你们呢，人数再多一点，我们过冠领番啊，先让你们瞄一眼。所以人数再多一点，好不好？人数再多一点，我们就过去冠领。目前的楼下还有一些人潮，所以因为楼梯的限制，他们不能够快速的上楼。上师们全部都从台上下来要接受冠顶了。财神到我家，财神到我家。上市后面好了，好不好？还是你们要跟在最后的队伍，像可以多得到一点福分，是不是 ？OK， 今天一切与吉祥圆满。等一下晚上还有谢师宴，变身金母的传法，一切如意吉祥。那重点是呢，师尊今天开示到啊。如何能够修持到最后看见自己的净光，达到无我的这样子的境界，这是修行最重要的事情。好，咱们走吧，财神到我家了。现在赶快念下你家的地址，念下你想要祝福的公司行号，想要祝福的人，好不好？来了，太正点了，太正点了，耶、yeah, ，成功！我们的冠顶即将结束了，还没有冠顶的同仁，请赶快来接受冠顶。成功，成功，成功！财神到我家，财神到我家。有些不方便的，请帮助他们赶快来接受冠顶。师尊财神到我家啦，刚刚已经灌顶啦，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，耶、yeah! 太厉害了，变身金母，变身金母，把钱都变到我家啦，感谢师尊传法，感谢大家收看网络直播，耶、yeah!心啊，你们笑得好，我也跟着笑啦。过年嘛，就是要开开心心，欢欢喜喜，多探吉，大赚钱，大发财。笑得好，就是要给他按笑，给他按爱心，给他按赞，发了，对对对。感谢师尊呐、啊，感谢师尊，太厉害了！太强了，太强了！然后快点，他不能收上去。好，请大家面向舞台前。
礼拜跟不上修习功课，嗡啊嗡，声音阿白诸菩萨，嗡啊嗡，声音三百护法之尊，嗡啊嗡，声音是平等一起说。恭送圣尊莲生活佛及赏师团，与会大众合掌虔诚唱诵赏师心咒，中国一切吉祥圆满，感恩主办单位所有工作人员义工辛苦大家了，我们有很大很大的收获，得到了赐福，也得到了智慧的教导，再过两天就元宵节了，在这边也祝福大家元宵节愉快，所求如愿。上师亲临主坛，心中皆财神大法会，并视作变身金吾大法奔迎仁波切以及众上师团护坛，法会圆满如意吉祥。感谢宫本长人上师，唵咕噜连声悉地吽。今天有点用力，好了，谢谢，谢谢。
谢师尊，谢谢网络上的同门，哇、哦，真的太爽太爽太爽啦！一切吉祥圆满，发了发了发了。发了发了